哎，小兄弟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？子牙死了，是我害死他的。没事，徐夏河会给你们报仇的。不，我要亲手杀了他们。死鸭报仇，那你待在这儿干什么？不都是杀鬼子去了吗？夏荷姐说我小，不让我去。啊！哎，小兄弟，来来来来，这个想要报仇啊，那怎么也得抓个活的，对吧？要不这样，你把我放出去，我一定替你抓个活的回来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跑，我到这儿来本来就是来帮你们的嘛。行不行？没门儿！没门儿！进义营根据赵月子的安排，分散兵力，从几个不同的方位围剿日本人，同时不断地变换攻击方式。这一变化让日本人措手不及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我们一个都活不了。撤，走。他现在这样会拖累我们的。他没死呢。夫人，这面具给我拔掉。人在听。Thank you.
留活口，我们要用他的血祭奠司丫头。还有一个往那边跑的，跟我追！站住！那个畜生留给我！
徐家河，你记不记得这些年你到底杀了多少人？不记得了。你敢保证这些人都是冲着玉海棠来的？那我不管，只要闯山就必须得死。就因为玉海棠在金龙山，这个地方就成了禁区了。谁跟你说玉海棠是金龙山？刚表扬完你，你怎么又拔刀啊？这拔刀多不文明啊！赵月泽，你是不是在拐弯抹角？ 想套我说出玉海棠的具体位置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玉海棠不在金龙山，你们就没有必要草菅人命吗？赵月泽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提玉海棠。提一次，我剁你一根手指；提第二次，我剁你的手；第三次，脑袋是不是？算你聪明。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？烦你就像个碎嘴娘们一样，没事叨叨叨叨叨。从明天开始。 什么公事，什么升级必须落实，经营可不是光耍嘴皮子就能留下来的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你说了一大堆事儿，那需要人手，但是经营必须保证有人在山上把守，所以你只能调派剩下来的人。最后，你不可以一个人上山，必须要有经营的人跟着。知道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如，哎。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什么人呢？这是。货到了吗？今晚就到。多少？按照老爷的吩咐，不得不少，正好四个。这事儿一定要办好，多带些人手去。放心吧，老爷。你先去吧。 老爷，这事儿办好了以后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我跟牡丹的事儿了？老八子，贾牡丹他人就在那儿，又跑不了，他早晚是你的。这些年你鞍前马后的照顾周全，我都记在心里了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老爷。 这次的货可是都是上等啊，一件货。胡老板，这还上等呢？哎，八爷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让我上哪去找那更好的呀？ 下一步计划。
同时准备引诱许下河出山营救。老八子，我看只能放弃了，只是可惜了那些钱呐。你去找一下胡老板，让他再送些人进来。喂喂，胡老板说，现在是兵荒马乱的，人口生意不好做呀，嫌麻烦。那就换个人做生意。来来，我觉得这批货呀，不要太可惜了。我亲自验的货，四个女人，上等啊，很听话，就怕以后啊遇不到这么好的货了。这货确实不错，我花了不止3倍的价钱呢。一个小小的土匪，竟敢骑在我们通海头上。我们通海要繁衍，还得靠从外面送进来的女人。老八子，是老爷，拿我的令牌，到山上去一下，去找许下河，告诉他，我们送上山的女人呢，让土匪小豹子给接了，让他找小豹子要人。至于是否能活着回来，那就要看他运气了。可，老爷，现在也得时候不早了，山路也不好走。姓赵的上山下山，来去自如。你一个土生土长的，居然敢说不敢上山，难怪贾牡丹看不起你那个窝囊劲儿。来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老爷，你答应我的事儿没忘吧？没忘，老爷。嗯，没忘就好。你这次上山送信就别下来了，就在山上替我盯着那姓赵的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你马上告诉我。是，老爷，你放心吧。我刚才看见大通事好像带人下山了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吧，他干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他之所以能当上禁义营这个头，都是靠真本事打出来的，没事儿。四虎子，小豹子在什么地方？骆驼山。有多远？哎，你别折腾了，来回100多里地呢，这么远？当然，禁营在这儿，这方圆百里根本不敢有土匪。哎，你不会是想要去找大通事吧？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带我去啊！哎，树南凤北，我的任务啊就是守在家里。哎，你也别出去了，这大晚上的你肯定跑丢了，你还是消停点在这收编吧。
小包子他们有多少人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你们什么都不清楚就贸然出击，你们晋营也太自信了吧？你没听大成子说吗？这大通市啊，肯定没事儿，你就别管这事儿了。又不是日本人来了，大晚上抢什么匪啊？还抢女人？这剿匪啊，跟杀日本人对大通市来说是一件事儿。 干什么？啊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？去拦着许下河呀！你追不上的，以大通市的脚程，估计都过了吉隆谷了。追不上也得追，你就告诉我，出了谷往哪儿拐？你肯定追不上的。你要真想追的话，出了谷，往左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 赵月泽同志你好，根据线报，两天前赤木出现在日军军部，他还没有死。日本人马上对通海发起新一轮的进攻。这个赤木到了还是他逃出去了？大概会有多少人？人数还不确定，但是你要当心啊。两天前得到的情报，很有可能日本人已经到了。日本人可能随时会发起进攻。 上就要到通海了，弟兄们这一路都累坏了，要不咱今天喝点儿？好啊，来，文营长，来。
师座，在下敬您一杯。好。来，吴营长，您怎么不喝呀？报告师座，卑职还有军务在身，要看好古克松，不能让那小子再耍什么花招。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吴营长。哎呀，吴营长是个好人呐，打仗也是把能手，就这脾气啊，太拗了。来来来，来。师座。我在想啊，古克松这小子一路上是几次三番的想跑，会不会是他跟我们说的这龙脉古墓什么的都是假的？怎么说？您看，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他犯得着跑吗？会不会他怕我们到了通海之后什么都找不到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来剿匪，他敢耍花招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田副官，你要看好许东北，要让他知道我们就是来剿匪的。明白。国军就快攻城了，许下河带着金银营下山了。不是说日本人吗？怎么变成国军了？我也不清楚。山势可靠吗？大部队已经到对岸了。该不会是那姓赵的引过来的？咱们都中了他的圈套吧？这事儿跟赵先生无关，和收编也不是一回事儿。要真是国军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双方打起来，死伤的是国军的人，这克松在那边肯定日子不好过呀。是啊，老爷，老八子，赶紧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等等，我自己亲自看看。是不是你的人？我敢确信，绝对不是我们的人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古克松想好了没有？谈不谈判？软的硬的都来了，这小子就是不肯谈。送他回老家，给他们点厉害看看。进攻！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这是警告弹，别开枪！说打的也是你，说不打的也是你，你逗我们玩呢？不是不让你们打，是还没到打的时候。下面的人听着，放下武器投降，否则一切你们后果自负。你们国军也真有意思，还没打呢就让我们投降，怎么还怕他不成啊？打吧！不打，看看他们要说什么，得让他们亮出目的来。咱们不能先动手。你不是说送信的说他们的目的就是龙脉吗？跟他们客气什么呀？怎么没动静啊？师傅，再等等吧。等什么等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再给他们三分钟，不投降，给我打！
夏同志，下面站着个人，那身形像是那天送信的。姓赵的，送信的到底是不是你的人？是我一伙的。你们听好了，再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开火了。你怎么不给三年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让送信的上来，我要审他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他是我们的内应，现在还不能保。你叫是吧？磨叽啥呀？听什么听？打呀！师座，你看这的地势，上面高，咱们再低，如果真打起来，咱们是吃亏的。把骨科松带上。是。眼镜拿过来，是吴院长，到松马。师座，顾可松啊，把眼睛瞪大了啊，看看有熟人吗？啊，那个师座，都认识。熟人好办事儿啊，叫他们投降。不是师座，这不大可能。因为这个禁营历来都是宁死不降。我觉得师座还是听我的方法，咱们把武器卖给他们，然后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进了通海镇，再打他们。顾可松，你把我当傻子？把这一车武器白白的给这帮土匪啊。顾可松，你给我打头，让他们把武器卸了自动投降，不然这就是他们的陪葬品。我是石头，我去落手筹码。是是吧？金银已经赢了，兄弟们，我是骨科松，还记得我吗？骨科松，我是骨科松。骨科松怎么会跟他们在一块儿？他们没说话。继续。你问他，带那么多人来干嘛？你带那么多人过来干什么？那个师座，可能这离得有点远，我再靠近点哈。哎，金营的兄弟们，救我！跑啊！接着跑啊！骨科松被打死了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
爹！怎么回事？国军来了。你带来的？你儿子带来的。爹，救我呀！爹，我是被逼的，他们要杀我。少爷，这个逆子！打，打死这个逆子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别拦我！不能打！别拦着我！不能打了！这是逆子！爹，谷家这几天的军火都是你儿子佣兵换来的。你现在向我开枪，爹！爹，要不是当年你把我送走，也不容易像今天这个样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当时啊，每天看报纸，我觉得日本人越来越强大了，早晚有一天打到我们通海啊！我就让这逆子啊买了几批武器，没想到这个逆子啊，这个软骨头一下连祖宗都给卖了，我没生过这个逆子了。咱们走，回来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哪个？你说当年他自己跑的，他怎么说是你把他送走的？哎呦，这个逆子给吓糊涂了，这时候说话你也信呐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武庆父，要是我知道我爹的死跟你有关，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。我说大同事，现在是什么情形了？你说我害你们许家，我能落什么好啊？啊！哎呦，走走走走走，爹救我呀！大同事，谷克松好歹也是通海人，咱们救不救啊？许冬梅凭借职业的敏感，隐约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赵月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徐秘书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好。吴营长，到，把我谷克松给我弄回来。来人，把谷克松给我带回来。爹，爹！吴营长，到。田木管，到。让部队到小树林休息，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作战计划。是是。老爷，要不我找他们谈谈？谷家就这么一根独苗，少爷不能有事儿啊。青龙谷啊，肯定让许下河给封锁了，完了！刚才你也不帮少爷说说话，你说，你没看见许下河两眼喷火呀？啊，他恨不得把我们谷家给灭了。我要是在护团呢，他都一枪把给克松给崩了。总归是个死，不如死在自己家里了。你连夜让八草走水路，想办法把克松给救出来。这国军一百多号人。八头一个人能行吗？实在不行就跟国军谈判嘛，兵不厌诈，只要能把柯松救出来啊，跟国军许点愿也行啊。李静兰完成了伪装，尾随在了许下河队伍的后面，准备下山刺杀谷克松，而另一边，谢帝依然在不停地寻找。静兰姐，静兰姐，静兰姐，进来。师座，师座，吴营长。敢死队那边情况如何？报告师座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现在时间还早，让他们梦到他们爷爷的时候，咱们再上去。时间就定在11点，让弟兄们好好休息。是，去吧。
说，晚上有行动。古克松不说过吗？晋营最喜欢夜袭，几百年来成功击退入侵的夜袭占七八成。我估计啊，他们这一次对付咱们也用了这一招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帐篷都是空的，就等他们来，来的消灭，不来的也得消灭。明天我可以到谷家喝茶喽。那师座啊，谷克松那小子怎么办？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他亲爹表什么态了。那许冬梅呢？啊，他是特务处的人嘛，面子总是要给的，要好好招待他，让他做个见证。咱们这一趟辛辛苦苦，不就是为了给上面献宝吗？师座，这许德梅毕竟是通海人，咱们这趟过去，把他们家的祖坟给挖了，他还能替咱们说好话吗？哎，他不就跟着咱们一路了吗？啊，挖坟掘墓也有他一份，他早就是咱们一条船的人了。哎，师座，我出去看看。好。八曹也带着古青夫的命令潜入军营，准备营救古克松。
师座啊，有外人潜入，谷克松和许冬梅逃走了，那还不快追啊？是，慢。许冬梅是通海人，金龙谷被封住了，跟着他，看看还有没有第二条路，能够通往通海。是，快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可松呢？我去晚了，他被许冬梅带走了。许冬梅，许冬梅也回来了。许冬梅在军营里，估计大少爷跟他一块回来的。看来这叛徒不光出在我们谷家呀。老八子，你知道许冬梅把柯松带到哪儿去了？我看见国军在后面追他们，逼他们跳了江，我也跟着跳下去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捞上来。柯松跳江了？对。老爷莫急，许冬梅和少爷都是通海人，知道可以从水路求渡，国军的人在山口堵着，他们想跑也跑不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应该会走水路潜回东海。可是水势险恶，一不留神就……再说了，沿江都是许下河的人把守，万一客从落在他手里，那就麻烦了。老八子，带人沿江搜索，记住千万别惊动金银营，一定要把少爷带回来。快去！明白。啊，冬梅，你等等我，我快不行了。啊，冬梅。你们俩怎么？我们是来帮忙的。谁让你们来了？这不捣乱吗？小刘，大通顺序哪儿了？他带着那几个去夜袭国军营地了。夜袭？您说他带人去对岸了？没事儿，一会儿他们就。徐家河去哪儿了？他带人夜袭去了。什么？报！山下发现一小队国军，召集兄弟走。金银营果然来了，告诉弟兄们打起精神来，先不要着急出手，等人马放进来再打。是。谁也不许开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都别追了。人已经跑远了，追出去就是送死。准备。师座，
让许家河跑了。你说什么？咱们的埋伏圈布置的万无一失啊！啊，20多挺机枪对准了打，怎么着，连一群土匪都拦不住吗？听见炮声了吗？进义营那边打起来了，许家河被吓跑了。进了埋伏圈还能跑掉啊？这群土匪成了神仙了。师座，他们没进埋伏圈。我想起来了，炮声响之前，我好像听到了枪声。这枪谁打的？师座，是在下一时紧张，枪走了火。老子毙了你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下去。是。想起来跟我谈了。行啊，那你们先把武器放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放下武器，我数到3，怎么样？1。
警卫。小心。怎么样，夺命锁实在是攻不上去。武营长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许下河的夹击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。什么？你干嘛？快过来帮忙，我要先把子弹取出来。这么多血你都不怕？我从小就跟爷爷学医术，这点小伤难不到我。你不去打仗看着我干嘛？大同事交代让我守住赵先生。